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跟我们的新南开发黄晨曦，还有高许凯，跟为什么我都没有新南在前面啊？人之王子高许凯，还有我们的白果山王子，啊，这个詹逢宇，好，一同睡这个大床。好，那我们的房间呢？我们紧邻的是这个海港，是最顶级的。这个房间一晚要10000多块钱。好，因为现在是礼拜六，哇，这里真的太棒了！如果可以再找个外送茶就更棒了。啊，这个是我帮西哥讲出他的声音。哎呦，哇，这里的灯，这里你看，这里有个小小的这个客厅，啊，看到这个海景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！哇，这也是高雄港哦，可以看得到远方的船。然后我们这边是28楼，哦，不算很高，但是也不算低。哦，所以看了视野其实还算是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其他地方好了。这个床的质感啊，很软，躺下去就起不来了。来，再看一下里面的卫浴设备。好，那我们卫浴设备呢，我们用的是这个哇，这里有浴缸，浴缸前面没有电视。好，那这个卫浴设备的话，这是 TOTO 的哈， TOTO 品牌的哈，所以这个大便的话会很舒服。嗯，水龙头水很凉，很舒服。好了，那基本上来讲，这个洗澡啊，厕所、睡觉应该不是什么多大的问题。就这样，各位朋友，祝福我们4个人能够睡得愉快，拜拜。